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混沌，现在玩的游戏是宝可梦珠子哦 DLC 要我遇到异色的电影虫，那这个位置大约是在那个居民会馆左下方，哦，公车站左边这边，那其他位置应该也有机会刷出来 哦我在这里有遇到这样，哦，那这个应该还算明显吧，右边那一只嘛，啊，然后这边可能会有那个那只叫什么？等一下，田什么那个田田影哦，可是它晚上好像是金色的。嗯，好吧，这目前没有看到呢。我要去周围等一下找一只吗？好，那我先抓起来啊！大量出现就刷到，然后打60只就野餐刷嘛，没什么特别的。抓起来，嗯，等一下可能会忘记啊，找甜甜椅，我看图它的配色还蛮像甜甜椅的，而画面看起来不太像。这有点小只哦，如果距离远一点，应该还是认得出来啊，就是比较考验眼力这样。嗯，配色差别还蛮大的。嗯，异色电影虫 get 到大姐，我们看图鉴，这只是009。它跟甜甜影真的还蛮像的，对不对？还是只有我觉得像，对，这个差别还是蛮大的。诶，我还是有差呢，跟隔壁棚的配色，这个是紫色，蓝紫色。嗯，好，野外找一只那个甜甜影，应该找得到吧？我晃的时候那边晃，看到好几只，这只是不是啊？甜甜椅有87%像欸，欸，我还是有差啦，猛的出现可能会以为是异色，两只摆在一起的差别还是有点大的。好吧，那差不多就这样啦，大家拜拜。